现在是2016年7月23号，7月23号礼拜六下午1:50，我们已经整理好所有的东西了，把教会的整理好，装会的资料归档，有两箱整理好，一箱没有整理，还有一箱是婚礼、丧礼、就任礼拜的资料，还有一箱来不及整理。感谢许多的同工，明聪长老、智仁长老、素英姐、李珍、梁志、素英姐、宝凤姐、淑珍姐，还有很多的青年，宇翔、易如、永杰、陆家、陆德，谢谢很多人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帮忙，感谢他们完成。